场，掌声！掌声要先掌声。接着下来呢，也要欢迎我们的掌声官，嘉文电虎创办人、董事长叶赛礼，以及我们的张家庄啤酒通协金商学院的董事长。欢迎三位主要的 VVIP 来接亲的，包括了有我们的 East Chan， 也是我们小时光这个的创办人以及董事长，同时间还有我们的三位 Velocity 甄选店的股东代表，包括了 Mr. Jackie 还有 Nicky， 一起往前移前，然后经过这个接亲仪式。在这里呢，我也想要有请Subway Falls 和 Team Park 的 CEO 陈凯泉先生 Mr. H.C. Chan， 还有 OE 捷星商学院董事长 Dr. Kelvin Q 也一同上来见证这个采亲仪式。接亲之后当然要做我们的小时光，可以越开越多家，越往这个国际化前进。是的，没错，而且生意每天蒸蒸日上，客似云来。好，我们也请在台上的位嘉宾来一张最帅气的一张照片。是的，可以看向我们的媒体朋友大哥们的那一些相机，然后摆出最灿烂的笑容。然后即使有戴着口罩也没关系，比一个赞。稍微移前一点点，再前一点点哈。OK， 好，我们看这，好，装饰要稍微移旁边。OK， 好，来三二一，再来一张，一二三，好。再来补抓一下帅气的照片，